就好多新人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超新鲜。我就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选手，就剩一位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五星辰。大家好，我是五星辰。哎，我现在感觉写一篇脱口秀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时常把握不住现代网友的情绪，你知道吗？我前一阵子看了很多科技产品的发布会，你知道每一场科技产品的发布会上面发布的产品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帮大脑加了一年的班立志要改变世界的产品，然后一经发出，所有发布会的弹幕都在刷两个字儿：就这。我真的太讨厌这两个字了，我都匪夷所思，什么叫就这？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大家对该惊讶的事情不惊讶，对不该惊讶的事情瞎惊讶。在科技产品发布会上看到个最新的科技产品，就这，然后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人拿个水瓶立到另一个人脑袋上，这个太牛。这么好惊讶的，我跟你说一个更惊讶的，瓜子二手车新电商，买菜车就跟买菜一样方便，线上买根本不用去线下，开7天不满意免费退。啊，假如客户对我这个段子不满意，那钱也已经花了，这个退不了。这个包括狗头这个表情，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表情，就是谁规定的说了一句话之后后面加个狗头就是开玩笑，你还不能生气，你生气就是你急了。我觉得狗头要是这么好用的话，我要穿越回古代真的随便干什么都行，真的干什么都行。你们想象就宋江对吧，在浔阳楼上喝酒喝开心了，要写反诗，大笔一挥，有一说一，他日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狗头怎么开花。啊！第二天酒醒了之后啊，吓死我了！啊，我还好加狗头了啊！然后皇上说：“你疯了，你疯了！你要干嘛？你要造反？”没有啊，我加狗头你没看见吗？啊，加狗头，开玩笑的！哎呦，这么开不起玩笑！大家快看，他急了，他急了！你看，看，皇上说：“我不管那么多啊，来人呐，给我取下他的狗头。”宋江说：“啊，这就急了，这就急了！你真的，这真的大无语事件发生！我天，我就离谱！”我感觉现在的我们在学习和研究1000年以前的唐诗和宋词，就现在这种表达方式，我就很难想象以后的人们学我们啥，你知道吗？就说你们能想象吗？就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同学们，来，我们从书包里拿出微博文选啊，翻到这个21世纪语言鉴赏，集美们，通姐妹。”啊，通假，通假。这家店的下午茶 YYDS 啊，朋友们注意，写着这么写，读要怎么读呀？底下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永远的神。”哎，不对，那叫永远的神。我继续往后看啊，我尝了一口，味道真是绝了。关于这个词的用法，作者用绝了形容一个蛋糕，我们猜测一下作者的意图好不好？ A 一般好吃， B 特别好吃， C 蛋糕灭绝了。我们回到文章啊，我尝了一口，味道螺旋爆炸升天，啊，我死了。同学们，作者真的死了吗？没有啊，夸张手法，夸张。最后重点来了，狗头都学过啊，有没有哪位同学能拿狗头造句？说底下说老师我有，老师您讲的课真精彩，狗头。谢谢。好，狗头不给，再来一个。星辰第几次参加脱口秀大会了？第4季第四次。感觉压力越来越大。
对。我今年还好，我今年比去年压力小了不少，其实。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罗永浩老师的那个点在哪儿？嗯。就刚才而言的话，我自己就是，就我就直说了，我自己会觉得三个灯左右比较合适。如果我要拍出第四个灯的话，基本上要跟豆豆和秋瑞基本上是要完全一样，要不然的话，连如果这么短的时间段内的一致性也做不到，我就觉得我是有问题的。嗯，所以我基于这个所谓的大局观，尽管我今天非常喜欢你的演出，这个是实话，但是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拍，对，大概是这样，希望理解。啊，谢谢罗老师这么用心的回答我。不能复活吗？今年真的？可以复活吴星辰。今天非常好，谢谢星辰，明年再见。谢谢，明年再见。演员不难过，这个脱口大会这个节目对于一个脱口演员，好的，让我们有请豆豆秋瑞来到舞台中央。哦，他们俩只能选一个呀？对，是的。Oh no！ 这个刚刚虽然比较紧凑，但是其实大家还是回忆一下他们两位的表演。秋瑞是一个钻石户型啊，豆豆是导航女朋友执行啊。他用当时的回忆来投票，红剑豆豆，蓝剑秋瑞，你们的投票很重要，开始投票。判断一下吧，我觉得秋瑞应该行，我觉得这两个应该都会进。但是观众员上讲的话，豆豆好一点。嗯，但秋瑞太可惜了，如果淘汰的话。然后我心里是不计较名次了，那个时候我就只想对得起这五分钟了，能不是比赛优先了。100分的话，给自己打个80分的样子吧，还行，我能够接受，我其实心里就 OK 了。3、2、1，请锁票。我们也不再折磨两位，让我们来看一下豆豆秋瑞最终的得票情况。可惜呀、啊！先请豆豆实至名归进入晋级区。非常非常优秀的秋瑞，我今天是第一次现场看你表演，之前只是看过你的视频，今天非常的敬佩。最后给我们留几句话。朋友就这样吧，是吧？还明天还有机会，是吧？还有机会。下一个吧，我来了。秋瑞，服气吗？我服气，我看过豆豆，我看过豆豆。哎、说实话，说实话，说实话，我肯定还想往下走啊，还有好多东西。你这样被淘汰了，我都不服气。我无所谓，我觉得，我觉得不能明年，不能明年，这样的话这一季会难看很多。你这机制里有这一条吗？啊，复活李诞，你对于规则怎么都那么不清楚？复活，加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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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全部复活。这样。我们尊重观众的声音，但是给我们一点讨论的时间，先请秋瑞下去休息。谢谢秋瑞，谢谢。特别开心，今天我们所有领笑员和观众能这么喜欢我，这是超出我预期的。其实我对今天这个结果已经很满意了。